先生邓先生介绍国际国风会世界总会团讲师赵淑坚先生。好，各位来宾，我们再次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安琪师。好，先生，我们再来看到，好，安琪师。就像你打鼓啊，我啊在里面就拍娃娃声，不拍娃娃啊，你当不了演员。谢谢。我拍娃娃，你当不了演员。谢谢。大家好，啊，今天呢，请大家加些好朋友来见面，这是我的老婆，那鼓啊，我比电梯都来得多。有听到咱足侪好朋友拢提起着小弟我的名，所以我家己感觉真惊讶。所以我即摆咧，我用着上天神的心来甲各位分享演讲，咱要讲啥？每位心的关系啊，真抱歉，咱其他的上班单位给我错开了好些地方，我话多问三条，所以。这块人民小弟我实在是行动未起啦，我跟他说啊，就是啊，我们做这个行业，我跟他说啊，下面做服务，所以我们他等下上来两点几分的时间，小弟我在家是足用心，工资我两点几分来，也爱开会，阿妈参做一波比来上班。来增加咱爱人生活的态度，甲生活面对咱即马目前的这个社会况。来，那现在呢？我这边就稍微有点简短的，先做一个开头。后面还有很多的菩萨大德啊，还没有入座啊。来，我们请大家尽快的入座，谢谢。哎，大家感恩啊，感恩感恩感谢。好，来，大家赶紧请坐，来，请各位菩萨赶快入座啊，赶快入座，我马上就开始了。我们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呢，请大家保持安静，走来走去呢，会影响到每一位朋友的听觉啊。再一次感谢。慈善寺为我们安排这么一个有福报的机会，小弟我阿基师呢，再给大家一鞠躬，大家晚安，大家晚安。谢谢阿基师，你再次热烈掌声，谢谢，谢谢阿基师，谢谢。我们这个麦的声音能不能够控制再响声一点？我刚刚外声好，已经爆大声了，麦打不出大声的哦。我的身体啊，你听下看到我在跟人学用，这也不好，真的也不好。谢谢，哦，真感谢，真感谢，好，安尼可以啊。好，大家听好哦，亲同大家好，为了大家好，请大家坐好，用心听好，钱多钱少够吃就好。人丑人美，顺眼就好；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家穷家富，和气就好；老公晚归有回就好；老婆唠叨不加就好；孩子从小就要教好，博士也好，卖菜也好，长大以后乖乖就好。房屋大小能住就好，
名不名牌，能穿就好，人能嫁就好，老板不好，能忍就好，一切烦恼能解就好，坚持执着放下就好，人的一生平安就好，不是有钱一定就好，幸好行好，命也能改好，谁是谁非天知就好，修福修慧来世会更好。话说这么多，就是要大家明白就好，天地万物随缘就好，很多事情看开就好，人人都好，日日都好。各位好朋友切记啊，年长了要懂得善待自己，只要活着就要有好的生活品质，人生有限，想做什么赶快就去做，这是一种对自己生命品质的体现。切记了，我们都是孝顺父母亲的最后一代，也都有可能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请大家千万留意，不要人在天堂钱在银行，够用就好，钱多钱少一切随缘。那么我先来一个生活当中最简短也最扼要的，也是我们大家经常在争议不休想不开的一些生活杂技呢，我把它汇整了以后把它提出来给各位分享。接着下来就是要跟大家谈一下啊，美味心的关系，用心的心不是新旧的心。那这个美味心关系呢，大概有几个节奏啊，几个节奏跟各位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第一，一定要相信人间的际遇有时候不必靠天来主宰。第二，态度只要真诚自然，魅力就可以加分了。第三，期待大家都乐当一个不漏接的鼓手。最后，我会请大家喝一碗心灵鸡汤。来，我就从这个为什么说我们不必靠天来主宰，我们自己就可以主宰自己，因为我们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善用当下的优质人生。请就偏好，在台湾经济成长快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付出了相当可贵的代价，它包括了什么？在工作上的过劳，在生涯规划的一个扭曲，然后健康的耗损，宗教信仰的不彰，家庭团聚的牺牲，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外围的成本，当然也包括了交通的优势，因为我们在享受科学，出门大家都要开车子，好，所以交通的拥挤等于我们在浪费生命。打个摘要哈，我一向强调不准浪费食材，浪费生命也是一种浪费啊。自然生态的破坏啊，自然生态的破坏和下，无形资源的消耗，犯罪率的增加，人际关系的淡薄，以下呢，我再列举十项，好好的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讨论。第一，我们建议大家，不管你是大事业也好，小事业也好，你是一个上班族都行，职场的工作一定要懂得做得很出色。怎么样叫做很出色呢？三个小段落，三个段落哈。首先一定要观察，懂得观察自己，懂得观察整个大环境。第二个要自觉，当然爱听当打，就是爱点多点艺术啦。第三个要执行，多点打，来做个打。所以说他们管拆下你们家，我把各位做做，修理挂打的啊，我无感谢，但是。我虽然无读册，我就是观察家己。我无读册，我要创啥？我为啥物无读册？较早做事时阵，未晓想，
但阿仔咧讲我着读册读册，阿咪读文册。哦，到尾啊，我着选择我家己教育的兴趣。这个兴趣呢，是我家己中间，互我饲大人对我有真大个未了解。咱台湾人咧讲一句话，讲到足直接。你若要读册，我爱去打赛。那早啊，我个家己中间是大人是教我安尼讲个，我有影听着打赛，我家己会惊。但是我也想着讲，我若较无读册个时阵，我要安怎选择？我家己观察家己哦，我要安怎选择？包括即马我做即下已经45天啊，各位好朋友，你看我新冠无解了，对不对？啊，碰皮碰皮哦，嘿嘿，我小弟我才60岁，我袂出来做鞋啊，讲安尼，哦，做鞋啊，讲安吼。所以讲，伫个即即阵当做料理生活中间，我虽然放的是粗的料理，但是时时刻刻，心肝底拢咧想讲，啊，我放粗的料理就是接近足侪杀生的代志啦。所以家己咧，虽然心肝伫做粗的即场中间，家己提醒家己，要安怎自己的心哦，要慢慢啊去调转，互伊心向上的方向去行。所以呢，我尽管是做荤的料理，但是我做起素食来讲也是非常用心、非常到位的。当然，跟我们今天陈善寺香鸡厨里面几位大师傅来比呢，尚有一段路还要走啊。所以我经常在观察自己，哪边做的不够好，哪边做的不够多。那我这些不够好跟不够多，我未来对我自己、对我的家人、对我的太太、我第二代、我的查某囝、第三代、我的外孙，会产生着什么款的影响无？你听各位同我笑，咱大人讲查某囝嫁出，我那才像化一杯水，好好培养。查某囝对我跟对太太结亲了，阮太太巴肚底生出来，对唔对？啊，即摆即个孙仔嘛是对，阮查某囝巴肚底生出来。这么样的一个良性循环，我是我这边来办法化作功，你是我拿的，所以属于公我孙是我孙，有当时啊，对于咱即马，这边的话，方向要行，对于咱的话要行，啊，你来先跑，但是我跳我的孙，比我家己即马人常常不信，前世的囝吼，搁较疼，安怎讲？因为心中只有一个爱，这种的爱哦，不是男女之间男欢女爱的爱，不是讲爱情的爱，这是那种爱的对家人的一种尽责，真的是所谓爱到深处不愿留。现在一家一个月花不花？我一这么多话，你这样子做，什么样会让你心家甜的？包括我心家甜的，不是我真尴尬，我心家甜的。是咧修啦，吼、哦！咱今仔日有打到迄个地方，无唔对。但是我未当因为讲，咱今仔日有这个发布，打到迄个地方，就开始改变我的生活态度，敢袂使？大家赚出家，大家你钱赚好，我有趁钱啊，我钱够开啊，会当安尼做，袂使安尼做。迄正经吼，我甲各位讲，而且你甲我提笑。有当时啊，咱随便讲款钱款钱，上午无事啊，有当时啊，个性较急咯。那讲一句家己感觉唔对的话，我哪会教你顺呢？我哪会教你顺咯？你要好用人家煮素食的时阵，头壳顶来你想到杀生的物件，结果变水行起来，这是千金难靠的代志。所以讲，做人做代志，先观察家己。我观察家己，唔是讲我要甲人安怎斗争。要甲人安怎拼啊？要安怎安怎想起一挂无正当的手段来完成家己的迄个贪欲、贪念，我无。今天我大多伫面顶食香鸡厨煮的便当吼，我伫伊学了真好食，对内心讲出来，不做表表，刚分配菜。所以说，咱做什么料理吼，观察家己有用心无，
这最重要。我很多那个地方，那地方他慢慢，他需要地方他拜，睡拜差别都不要，心花睡太重要了。我太太跟我结婚了，三十几刀啊，做阿妈我做三十几刀，我阿妈我唔合关系，唔合小六的，我丢杯啊，我讲你讲得唔错哦，我就人家卖过来啊，是不是？哦，所以我找到这样的业主的时阵哦，别怪我妈唔掏钱，找我囝啊，我妈去谈的时阵，他那边我加上工，你即马问你即马太太，问你太太讲，我甲你的情谊捌相约过，我对你无介怪的这个心态，去哪里好好对待，这个查某囡仔你就好，你知影哦，我答应过这些物件。今天嘛是你的代言品哦，哦，希望你好好对待他。啊，今嘛孙子时间真够追，哦，啊，我查某囝对我是无用，介我爸爸阿公伊咧笑，我讲我无笑，你是咧叫我阿妈。我太太搁较趣味咧，无家无钱拢会骂人讲，啊你无脸嫁起阿囝，我讲无脸嫁起阿囝，我是无脸啊，但是我有心嘛、啊。对不？我唔要有脸啊！我若有钱趁钱，我就买有脸来饲就好啊。但是这份心较重要。我太太饲了唔介顺，但是我永远都唔捌伫个外人面头前，就连我太太真歹，然后很低卡，一样把家庭把对方设定没有。她在我的心目当中永远是白雪公主。跟他太夸张了，但这只是一种意象比喻而已。因为我知道怎样去疼惜我家这一个太太。那刚刚都一样，三五告诉你，你要定，狼心呐睡他重要。我不可能叹气，不然我能睡三五千。第二刚回复办，我给你用他后发动力，给我就好了。哦，所以说规则好，既然出来的人，我去用一份心呐，就是观察感觉。观察自己，我比人做唔到咯。哦，阿人做结婚，做唔到你就去做。我即摆是大人，阮太太嫁给我的时阵，算是比较稳啦。但讲如果无是大人，若放心吼，做囝婿爱传三份心意，真叫你哦。但是到即摆目前为止，我阁剩一个娘嘛，虽然拢已经做生做媳，但是永远就是一句话。我都跟我太太叮咛，我现在真厉害，但是不是我介绍的。我以往都以前就讲，伊的九天先界以外，我的老爸老母有咧甲我方便，所以我都鼓励我的太太讲，不要紧，唔免惊人讲，钱太难的，提到你外家去，不要紧。顶年嘛是咧友好时代，所以我们太太拢常常招阮舅妈出国去佚佗，阮舅妈外包水也过两个月到十年了。出国我买一堆物件啦，啊，到底去到好朋友拢问讲咧，阿嫂，啊，你买遮侪是要啥？因为阮太太一位吼，七仙女挂一个查甫鬼，哦，我不顶嘛，我靠，真好心哦，哦，啊，人就问讲，啊，你买遮侪物件要啥物啥？伊讲无啊，我要啥哦，我惊死，啊，你惊死是啥？啊，就电视咧搞出彩伊个呀。因为阮姑啊，甲交代讲，妈妈出去外口袂使甲电工啊，机器恁囝使哦，你看房价是无成交，甲你上去哦。最近呢，但是咱拢是去用心啦。我拢交代阮太太讲，房了紧哦，即摆就只剩一个尔，就麻烦无去啊。我发真正有孝心，带你佚佗，一世界去健康看看嘞。当然，所有开销拢囝使我负担就好。有他们那个方面的老老王花地，安尼就好。你讲我要做啥？我今日咧讲，所有人讲，咱来做善事。做善事有当时啊，爱有结缘分。有时候要有那个善缘呢，你刻意的要去做，你还做不来呢。所以一旦有这么样的一个磁场，这么一个福报的时候，就赶快去做，做多做少没有问题。我经常讲啊。人的内心能够心存三善，哪三善呢？想事情的时候脑筋
要有善思维，做事情呢要用心，有善念。当你要执行的时候，手不要握拳头，握住什么都没有，放开你会捞到很多。善利在手掌心。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三善合一，我们都是很快乐的人间福报的一个享受者。这里老师你不会的啊，我感觉我给你财善金车，我感觉会做的。啊，第二话做产业市场领导啊，好善话最好讲嘛，你知道？我整天看安尼，真可怜。话在咱家来生活底，常常我连讲伊都唔啦。我唔敢讲我即句话是咧对伊安怎，我唔敢安尼讲。但是我拢想着讲，我以后若家己安尼，我要安怎？当然我的意思嘛，是讲。你既困到很多，就是无尊敬黄玉堂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咱关去注意这个。你平常那个黄玉堂较常念的，绝对唔好过，同我带来难免辛苦。好、哦、啊，观察家己，知影家己真侪毛病了后，咱家己知道，家己感觉家己。我什么地方不够？我哪期要变不干净？所以我刚刚有讲了一句话：不要当做一个肉尖骨手。我今仔日阿弟阿我虽然无读册，但各位报告，我嘛管咧20间的五星级酒店。我无读册，我嘛做到这个职位啊。无读册嘛做到这个职位啊。哦，啊，我虽然无读册，我做到这个职位的时阵，通常咱的经验就是讲，哎呀，你大饭店做再侪间的总管，你履历、名利拢真高对无？无影，我袂晓讲。但是会当肯定的就是，我高利跟淡利都要比名利跟履历都较好。台湾人发生的每一件代志，地面上生产的每一项物件，我拢足珍惜。阿弟啊，虽然无读册，我嘛写了70几个字啊，包括读多啊几个好朋友，我写的秘境啊，那都是讲历史的书啦。哦，阿遐个册就是咱即马未来新时代的少年家做的去看。我不是啥物博士，不是教授，但是我读30年大学。所以讲，我做这些工作，从这边我收着多，收入真多，啊，收入真多，不是安怎？我今次嘛，出门上班赶通告，但我赚唔到啊。真正的啊，咱一个真侪人拢讲运动运动，啊，打高尔夫球球具放在车后壁，车驶在阳明山，啊，你讲叫做你运动？讲你想看卖，这是不是做矛盾？昨，咱这个台湾媒体七月九号，伫我公司每一个电视台主播，伫我公司咧食饭。阿文到处钓鱼，有真无闲，就我替大家的电视媒体主播海山出钱。哦，我们到处运动的话，那我就会订酒干来敬一下。烧酒入了，较侪钱嘛。大家主播面头就讲，我这个大师安怎不安怎，较起码我咧调好吧。哦，啊，其实大官大官大官拢知影。啊，我等一下主播面头去把我记哦。你的企业，你的公司的前途，你我都卖有影，唔好跳出来。我咪讲一段，我听你讲，我派件事你用车来载人。当然，他是一句玩笑话。讲完了以后，他离开现场。他提到我剪主播，就跟我聊耳朵。哎，是啊，你董事长对你那么好，那你怎么不开车子？几岁现在我已经摇耳朵了。各位，你知道我怎么回应？我讲 BIA，
的掉，不要随意跟人家掉东西。即句话真重要，你唔好讲你能力真强，你可是当个头家会给你，但是问题是，摕着这个头家给你的物件，你爱想讲安怎过分的，你不要傻傻的。哦，头家你我照顾，给我一台车，今年医生来做我搞一下计划吗？这个都是真话。我今天我有着，我已经开二十间店了，我有着这么远的所在，要爱到洗碗机，无爱到洗碗机，我直接会甲阮总经理讲，总经理我安着。我无爱到洗碗机，不是讲我对洗碗盘清气性无重视，不是安尼哦。你但洗碗机加起投入是百几万嘞。我头壳底规头壳拢在想讲，百几万的损益平衡，我要安怎抓？折旧我要抓几年？这台机器百几万投入来，我这个餐厅爱经营多久？这台机器的本钱，我才有法度回收啊。这就是观察，观察讲咱有迄个能力去经营这款物件无？去做这款代志，我若无甲你提，我就无负担。无负担，我做行业就会当做法足对外。那你来对外，后头反应就足紧嘞，因为我有一份欢喜心、甲担愿心，对无？所以我还是多去玩旅游，不要随便了解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只不过一小钟，小钟。后来我再给了他一下，你跟老板拿东西拿多了，到最后他的时候。你没有相对的去回馈给公司，老板心里面不会讲话，但是脑筋里面怎么想，我们谁都不清楚。好，就算董事长一片的宅心仁厚、心地善良，人家都不讲，我们就可以欺负人家的善良吗？我就把你们那个最后写了，一水连工调都干不干，调大概公主黄包。你塞车气泡了，那么我完全安全的。咱若讲大家修法，骑车骑较慢的，叫你塞四十，你就塞四十。哦，咱就骑到边仔的。咱当然是直接电视，我都爱用我装在车子落去。不过就迄个位置，会发生伫咱身躯啦。咱今年六十岁啊，啊，你知影讲，即个安尼我都爱吹的，咱今年咱吹的行就好。我都要穿十几刀，我安生你阁继续行落去，行到尾啦吼，即个我都要下当下要扫落一间，我都爱公司，那个博物馆，伊从来打起牌啊，拢这都是阿皮仔行的。我在观察当中，自己感觉自己的能量上来有多少，那我要去执行，我都爱去做。我刚刚有提到。鼓励大家做一个不露肩的鼓手，谁不想做王健林？谁不想学读书好？但是全世界几啊十亿人，这款人叫一个两个，咱绝对有一个较有福分的人啦。但是我都不要紧啦，我人矮，咱人手丢手袂丢，我也想办法去下一下一下。想想来，我若抢到球，我著准准弹入去治疗嘛，嘛好。弹落入去，我倒互别人去弹，嘛是好啊。我还是有助攻嘛，对不对？所以你只要不漏接，你就成功了。除非你漏接，就没话好讲。怎么样做到不漏接？三个三，第一个三，三中，忠孝仁爱的忠。我们要忠于老板，要忠于我们的客人，我们的消费者，要忠于我们自己多年苦学的专业学问。一个人没有忠于老板，你如何在家里头孝顺父母亲？什么叫做兄友弟恭？你完全做不到。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在职场里面，你如何去尊重这些同才、这些同事，今天的金牌单，丢不丢？
所以你如果没有忠于你的客人，你永远不会有很好的生意去做，因为它是一个这个品格里面的最高的核心价值。因为那表那的老客，那的老客，有人就感觉咱是一个靠得住的品牌，我甲各位报告，可能全台湾省干那找我这个老板，会去替头家赔80几万的辛劳啦。啊，其实我帮老板赔80几万，各位，我不是炫耀我赚很多钱，我有钱可以帮老板赔，没有，就是一句话，对消费者的保护诚信，对不？今天一场20000块的宴席，结婚的50桌100万，加 10% 110万，服务费灌进来。宴会上场的时候，哎，太太说我们服务不好，因为现在人力短缺啊，我们用学校的 PT 生，老爹帮我打工。啊！你用囡仔给我做服务呢？那我帮他加10块服务费。我真实的，加10块服务费，就我做的。好、哦，啊，你讲我这囡仔，啊，你当作我的贵州大小。刚刚你要叫我请出个查某来贵州，贵州广场卡车会议馆去做服务吗？啊，你敢不知啊？我教遐个遐侪间的餐饮大吧，我学生伊来念的。啊！我无提这个机会，我去学习，是讲学校大家一切是要创啥？参谋我都要唔对，无欢喜哦。手机啊，摕起来，直接搞跪起哦。昨暝服务生咧摆盘，我拢用干的。我把迄个来对，我要送回去。短短120分钟的时间。一千个人要吃，伊都爱采三百元，恁撑到规盘底加几啊头，伊爱换掉的，动作较紧一点，安尼讲，你那好啊，两单，你俩做好，我带这两囡仔，我两个警告，就是爱打的，就是因为两个警告，打真侪物件，啊，几十单啊，其他哩，真系成功在手。就来哦，将来的顶会有一点。我讲好，你给我一段时间吼。我你别安怎，我要求我十下爱听下伊，十下。我讲好，你给我一段的公文到点。我爱写产品嘛，钱收伫咱地下底。头家咱地下是真深哦，钱等咧地下底，好放在足界，手足底伫地下。写产品。你看，头家的理解，有这个钱退给人。头家跟我讲，你是有副总经理，你干到无够精准，才总是去那里和人客埋怨。我无话跟我好讲，伊甲我讲一句讲，你爱家己处理。我讲我知，我无强辩，我无野傲，我讲我知好，我会晓处理。哦，你安处理哦？我要来跟爸三讲，等下你来甲我讲你安怎处理。最近等下了后，我讲不如干脆我处理好些。如果你安怎处理，我阿个真万万，我无讲真侪话啦。但是放假上尾日，我要离开这间公司的时阵，我安怎处理？你出来再做出来，做起来。结婚辞职书，啊，当时跟谢德霞。就想你给我有这个机会，有这个担当，吼、哦，有经营。啊，我即马该贡献的这个任务已经结束了。啊，我坦白跟你讲，我想要跳槽，我想要换一间，比咱这间饭店做较大间。我想要继续做法师。我讲我真客气，我讲我真实在，我无讲白菜。有人要跳槽，拢会讲白菜吼。哦，我娘家怎么样？我太太要我回去嘛。你一定就是要跳槽，你还不敢讲。我就是很坦白的去讲，讲完了以后，董事长看我态度那么诚恳，也没有多说什么，就说好了好了，那就恭喜恭喜。握完我的手以后，我在辞职书的下面拿出一封的红包袋，我说董事长，
这个红包袋是我给您的现金，谢谢你让我有机会做到一个副总经理的位阶。啊，第三话，你在办公做主场的咖啡，因为那当生活生产家，还是有生意输过，对不？那有迄个机会，我都无读册啊，那有迄个机会做到副总经理，几百人之上，一人之下，我有有机会，管理啊，我有机会应付。然后他看到我那个红包袋，就一个一个拿出来，天哪，里面七八张哎，有十万的，有五万的，有多少万的？你说这些喏，我讲当主任，这个是你跟我讲，我做主管，我爱负责的，我负责。啊，你乱来，忘记这个意思，我无你啥意思。叫我讲，啊，你做个副总，你下骹有经理，有经理，有小弟，有啥咪哩一堆，叫大家分摊嘛。我当初听到一句话，我记人无记，然后一身迄钱拢惊，我就叫我妈。但是，我真认真，我本来今天那个董事长讲起，我讲董事长，我确实能力无够，干到无够程度。你指责我，我无话好讲。但是你叫我讲，我下骹遮济，连你经理、上理、副理，大家分摊，我无迄个能力。甲无迄个杂调，去叫我下骹遮个干部甲我斗开啦。哦，即个两万，即个万几，大家一人比一只来拢我，那你一个人拢揽起来。我讲，啊，你做我同头家，你敢唔知影？你下骹遮个干部遮个薪水，一个月敢你偌侪钱？你敢无清楚？一个月敢是三四万块尔咧，对无？啊，你若一个月若出两三间啊代志个时阵，对。你叫伊厝个人爱你煮，爱过你煮啊，免过你煮啊，对唔对？我确实无在了做到，但是我认为第四代我有心的，我无读书，也要紧我吃起来，因为我今仔日吃起来，人环境要找着人，咱遮生意遐尔好，你看你当时甲我想着讲，找我做工个，咱无，你即阵人我甲你考条条，考我真好势。啊，无讲正经的，一年中间我嘛头家，一间店也做三四亿呢。你敢若才几十万啊，跟我计较的？我无啥物话好讲吼。啊，老百姓吼，我对这间饭店实施了后，这个人客拢跟我走。啊，我讲，因为客啊，你只要伊迄个品牌信任度做了有够，绝对放心。当然，恁可能会想讲，啊，即摆毋知我有拄着无？到目前为止，还未拄着，以后毋知影。因为我足注意过往的经验，对人客安怎安怎，我拢有遮个物件去详细一目一目放伫学校内底，教囡仔讲以后爱安怎做。这个就是社会常识啊。所以说，学问，一个门打开，中间一个嘴巴。就是要我们打开门，嘴巴去问。所以说，我把各位各个，我今仔跟你讲，我袂人客，袂遮侪单，我一点仔都无感觉，我就变少。哎呦，比赛啊，你后边点一边啦，我老将你变少。我做了我好，我就是赔嘛，代志解决啦。我今仔日个人的形象我守住了。第二号，我忠于老板的面子我也守住了。第三哈。这一家公司的招牌我也守住了。我如果当下没有赶快反应，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的时候，哎，诉诸于媒体，那个时候才真的叫丢脸。我们看一下，谢谢。我们冷静的思考一下，当下多少个大环境、民运团体，因为对客人的忠诚度做得不够好，产生。多少的摩擦出来，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一直讲嘛，一定要忠于老板，一定要忠于顾客。你把顾客守紧了以后，你不必担心到哪边开个店，你没有客源了、啊。最起码我们给人家的口碑就是两个字：相信。我跟各位好朋友报告一件事：当我在接国家宴会也好，接每一个大财团的什么什么宴会都好。在大头家，在宾馆，
那看到把比赛出来，我恭喜恭喜哪有那么担心？你说我们恭喜啊？就是这么一丁点而已。所以讲做这行做比较大，我踏踏实实，拢好勇敢的，一定要忠于老板，一定要忠于客人。就好像我跟大家讲话一样，现在我对各位都是尽忠职守，不敢讲谎话。有多少实务的事情就讲多少事情。那么再接着下来，第二个三，三耐，忍耐的耐，要耐心，要耐性，要耐力。每一个人都想要碰到贵人。不管你在职场，不管你在哪一个场合，碰到贵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会辉煌腾达？但是问题，你有没有先问自己，你自己的角色有没有把它扮演成是一个贵人期待要的贵人？很简单，咱大家我用一个小简单的水果理论就好。咱相信我，相信你，会行啊靠，刹一个车，袂干嘛？三斤十块，真相对无？真相的感觉一定袂真好，对无？可能囥啊大头，囥啊乌啊乌啊，但是保证内底一定是甜的。啊，问题是你无必要用看，无必要用去嚼，人家知影是甜的。如果你这个三斤十块的感觉内底，你咱卖讲表情，看他就一直用较好一点嘛。我老感觉讲，哦，这三斤十块真俗。老五，你三斤十块真俗的时阵，一定会我甲你问讲，啊，请问头家有多较水，多较好？有哦，冰橱内底，还佫有迄落两斤一百块的。因为你三斤十块给人的印象，感觉你有实在，品质做到了。你讲讲，我平时也无用两斤一百，人家是帅的，你讲啊无迄两斤一百，你做老王靠买啊？啊无伊啊，还是平时不要水两斤一百，三斤十块的生意你都做袂到啊！你哪有可能去卖到两斤一百的生意呢？对不？三斤十块，我感觉都好好炒炒啊！卖讲买来你买物件，然后连恁囡仔袂晓讲，他妈不要，那个好便好脏，你看常年在上面飞来飞去。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观念，所以呢，一定要有耐心，好好的去灌溉自己。当你是一朵绽开的花朵的时候，不必担心蝴蝶就会飞过来。谢谢。然后耐性，每一个人都要辉煌腾达。飞黄腾达是在你逢年过节的时候，嘴巴讲几句祝贺词、吉祥话，哎，钞票就会来。没有呢，你还是要耐住那个性子，做出我们的口碑，让人家对我们有信任度。有了信任度以后，还会主动的替我们做宣传，你才能够以拉面的方式，一条面杆拉开来。再对折变两条，变四条，变八条，变十六，变三十二，变六十四，变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这样子慢慢一个一个一直滚，一直滚。如果你没有这个耐性的话，你如何等到机会的到来？但是不错，要给咱机会，你嘛会给咱气场的，你嘛会给咱气场的。期待讲咱做人，心肝有够心无？咱有向善无？咱有基本力无？你若人要平摊伫厝内，要食唔好趁，哎，要今仔甲等伫门口，让别人比你较早叫你啦，对不对嘞？所以讲，咱要有耐心，以外还有耐心。上界无耐心的现象是啥物嘞？手内只一碗糊，就搁食鸡腿饭。你这个鸡你都还没吃完，目睭去看别人碗底，你大排骨汤。咱即马社会上只做一款人，已经伫个目前已经足好啊，你已经做到不中经理啦。
要为向启峰啊做壮丁第一目标。我提出来的话，你贪心嘛？你这个人有实在嘛？你阿麦是机会放过你，当时就不要要求机会放过你，放过你，你以后把我不会带进来了了。我是这样讲，我来做一个做，我那句话，咱们讲啊，我一餐给你啊，每一个店餐厅就讲，设计、收费、机械，要支出的费用。啊，其实其他人也是贪心吃，我无甲你骗两包就好啊。我出门就做咧有差人家仔，两包就好啊。迄每一摆，多签名一个，我拉手底签，我签到家己会惊咧。一签了，你出门的，会换，对不对？但是清如止水，没有任何的贪念。我只是要赚钱，对不对？靠家己的事业。曾经有一次，有淡水鱼的码头店，我当时就跟阿公讲起，咱家这间店哦，挑高9.5米，很高，很高以后整个 lobby 呢就显得很空旷。他就跟我讲说，你认识一下，看看有没有哪些乡土的艺术家，找几件雕饰的东西来摆一摆，让它好看一点。然后我们就说好。找到一个我们国内非常出名的艺术家，我就不讲他的雕刻品是什么东西了，因为他很独特，找出来他能上到人家也不好。我一前来我表示，我当时就跟他讲了，他有作品选你的，这样两个作品，他有一个一个故事，我看你作事，我来聊天，聊天这种打得不了。有请伊来拜神，当时你有甲我交代，提供你所在，提供你要爱遐个装潢有诶卖，我甲你订好好。但是只要这件艺术品若卖去了后，咱内底偌侪切偌几件，安尼就好啊。我想到原因诶，你知无？想到伊我啥物就做补助诶问题啦。哦，即、這个物件，即个水质好物件放伫遮，即、這个坪下一家卖算偌侪啦？算到足油诶咧。当时就当然讲好，伊讲安尼就安尼。我关心你啊，这个艺术家讲的时阵，艺术家也叫你边啊，伊讲阿弟啊，我全是干嘛要给你的？我搞动一个，万一我不是病人，我是病人，今天呢，我讲你搞到动作我是三大，我出门探亲最急啦。你这个工要给我，我主要给工资。这边呢，但是在前面没走，我就讲这样子，挥挥手我就离开了。后来董事长交办的事情我没有做，你老不记啊？啊，不知道把你搞在艺术品的感情那拐了步，没有下落。我们部的当时就这个感情我还差了，有东西安怎？我讲我嘛应该小心三地面来嘛，哦，你直接去讲就好。你弟弟问我安怎，因为我弟弟外国，我感觉讲为善者呢，有做人应该有迎恶扬善的态度，爱给功劳光辉的，也在功劳他上还有。但是我把当时就很多，但你跟我来这边看不光好玩，我讲这个好意啊，我以后这个事情不要看，以后我放在我这个里面。这个无单纯的救援，你看慢慢打，不要带哦。龙马，阿弟啊，你想太多了。确实，现在外面很多都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交易模式啊。我们不要，我直接就讲不要。我要赚的是有能量里头智慧干净的钱，我拿得很心安。拿回家以后，我太太跟我一起喜乐嘛，对不？一辈子的疙瘩，一辈子的疙瘩，所以诸如此类的个案呢，我好当时就说，啊，我那你们当时就拿来当放心，听过来去的，产业的保护都搞我去管了，关键就要，
咱们对一下点出你对一下主播，你把时间就够。我非常相信阿基斯的为人，如果他今天针对公司的贡献怎么样，要怎么样，要我背书，我连问都不问，直接就签了。我跟你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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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都我一个店里拢是留下顿来，因为我话来利用下下去。但是在一个月时阵，将来泉州路当时就七千零几，拢留来给我。阿弟啊，你去应征就好。啊，还挂一面啊，这履历来你拢快一点，那我都不要感谢，你强人所难吗？但是我跟他真简单趣味问，我知影伊会晓怎样，我讲来摸摸信心。今仔日告诉这间店，头家提五十亿开一间饭店给咱，你把我讲要安怎经营，安尼就好啊。十个故事，十个讲袂出来。十个故事，十个讲袂出来。到尾变成无挂的，到处变无挂。伊讲啊，你写落拢无你的。我唔是啦，我到处叫，大家行业拢变过来，我无客气，我哪会晓讲面试我袂晓，但是我就用最上简单的啊。哦，这就是五十亿的出产，你要安怎经营？这股你要安怎抓？平效你要安怎抓？啊，如果我问你，就讲不出来啊！讲不出来，我哪敢要？你将来这间店这个店交给伊经营，哎，他来了钱，你安怎？我把各位报告，你总裁邀请我入来集团内底，头一句话甲我问啥物啊？啊，比赛，我知影你无读册。但是当时对我，那你赶快拿无读册，啊，就对着我手甲右手阿手，不要那是无读册。你的手哦，做我最出心的嘞，也画工也甲足粗，哇，当时感谢。伊问我一句啥物话，你要安怎甲我经营啦？做袂紧啊，我讲当时对，你知影吼，我无读册，安尼我放心啊，我没有压力，我无去欺骗。啊，我嘛无解头，但是我要安怎经营，我甲你讲，互你了较少。真是我务实啊！我若开钱就甲你讲，不要你就我，我甲你使几百钱人，甲我放出来，你一个月袂当做偌济，头家袂死我先倒，臭屁！天公都怪你袂得见啊！我就很委婉地跟董事长讲了一句，我说我让你都能够亏少一点。我每一次跟你们开会的时候，我懂得看财报，我懂得什么叫 KPI， 我懂得数字怎么截长补短。你要我怎么抓平下，我会抓。虽然你已经点开始调定没有问题，我愿意大家一周求同，不要紧。好，你我老板我已经是输了呢，但是这到底当初用你收款给我的时阵，我都爱知影我要听你，你安怎讲，你安怎经营啊？因为我要跟董事长回报，我可以跟你相处得很好，我愿意接受你随便丢的爆头球，尽管。滚地接，翻滚接，撞得皮破血流，我不让这个球漏接，就这个样子。就是，今天是安尼啦。所以讲，我几十天，特别讲我真侪人拢学我讲，你即马照顾人嘛。我即马照顾，我甲各位报告，是对一百年开始吼，我打三个电视台内底才开始准备。一百年中间，小弟我社会公众人物，一百个人，包括总统、民意代表、等等，真侪真侪，包括咱华联的郑源老师，小弟我去啊，信任度排行榜第六名。哈哈哈哈哈！排名36名。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耻笑总统。我非常同情他，因为角色扮演不大一样，对不对？一百年的时候，哎，阿基斯何许人也？
真的是寡廉鲜耻的，他凭什么厨艺界的专业人员跑去跟人家演艺界也拿了一个金钟奖的最佳节目主持人，凭什么？一百年全台湾一百个最理想的父亲排行榜，一对人呢收钱给我做家事，我把他输下输郭台铭了，输张忠谋了。一百年的中间，全台湾一百名性幻想的终身伴侣啊，第三还排第一名。前两天忽悠一个名堂出来，什么名堂啊？职场的达人，一百名1200个票选，我第一名。我说你这鬼皮带老板，不做我都做北菜。当中国董事长第二名，郭台铭董事长第三名，我何德何能能够有这些头衔？讲真心话，我并不是为了说要怎么样怎么样才有这些东西。我爱做一件事啊，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代志。但是电视荧幕就一直爆出来，我就傻乎乎的。但是平常待人处事，内心当中永远都是最低调、最谦卑，去面对我们周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耐心、耐性当中，还要耐一点力量，不要太急躁，不要太急躁。不要去埋怨这个环境的不公平，你越多的埋怨会消长了成长的动力。不要去埋怨，本来大环境就是没有公平的，这个舞台也没有绝对合理的舞台啊，只有不够努力的演员啊，是不是？啊，所以呢，每一件事情的思考因果循环一定有它必须要遵循的大自然的宇宙规则，就是要平常心，要尽兴，要耐力的去完成它啊。然后有了三中，有了三难，还要三实，实在的实，要诚实，要务实，要踏实。什么事情呢？多少能力说多少话，磨泡泡。然后要务实，这个任务完成一定要实在的去做好，踏实，每一个脚尖跨出去的时候，脚尖代表的追寻方向，脚尖跨出去代表追寻方向，方向位置抓对了，脚跟再踩下来，你就踩得稳了。所以我经常在做真才的时候，我都会请，不管男生女生都一样，就走个10公尺给我看一下。我的台风机的广告 PR 也不来也不来，我也要请来我夸我看。这个老行啊，所以要请让他做那个广告。我的广告上上对台湾，我都跟他一句话啦，来志向一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很好的同事，我或许就是你们要的贵人，但是那我或许说，我们每天都是晚上来你当做今后的朋友。我的一个逻辑，绝对不会把有可能成为竞争的合作伙伴变成未来竞争的对手。我的公司目前来来我挖我那个高大的他挖个罐挖不罐看来有些对台湾的。再严重的事情都是重重的提起轻轻的放下。就拿今天这几天我们一堆的大学生在立法院的事情，我这两天给媒体记者追着跑了，要我发表一下感想，努力达到他们知道我也是大学教授，
很多学生都会听我的话，问我一下有什么感想。我把公民问我，我考试部门的高级职，我不是政治人物，容貌也没有很懂。一个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何知其事？我们不像那些电视的名嘴啊，他可以从太公讲到月公，月公讲到子公，讲完了以后，电视台最后面两行字，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我不参与，你把这观众真吓了。所以我就讲说，政治的专业我不懂，但是我就面对镜头直接就不停呐喊了。我说同学们可以吗？那其实为你们这几天的付出，我很感动。我相信你们的声音呢，马总统跟王院长也都听到了，给他们一点时间沉潜，因为也不可能说你们今天这个样子，明天他就改变。但是你们要的投诉的部分，他们已经领受到了学生给他们的压力。倒是阿基斯现在建议各位年轻朋友可以了，你这个时候脑筋要想一下，想想你的父母亲在家里头有没有为了你这件事在开始担心。你这两天天气忽冷忽热，你衣服有没有穿够？你有没有吃得好睡得好？水有没有喝够？我是用这样子深情呐喊呢，喊他们说后啊，你干嘛赶快回去休息吧，你的父母亲在家里面正在担心你的。我就是这么几句话去对话，我永远呼吁我们社会大众年轻朋友，他们有的是朝气，有的是冲劲，我一缺乏的是社会的历练，成熟度稍差。尤其大部分现在的小孩子呢，不是爹宝就是妈宝，对不对？要不然就爷爷宝奶奶宝，这样子大家都心疼。我相信这个是全世界的问题啦，全然烂都觉得是大人无影是谁，这个都是很正当自然发现的实况。发生了我们怎么办？用一个菩萨心去包容他，去教育他，去原谅他，给他机会。我敢问过我哈，我的厨房里面经常有很多学校的公读生来做 PT 哦。很可能我各厨房的主厨管理得很凶，一被骂的时候吓傻了，你知道吗？一个餐车这么高，里面推的是500个蛋挞，很不容易从烤箱烤出来，推着蛋挞开始吹凉，一紧张整车坏了，全毁了。我的大师傅就拍桌子破口大骂，把小孩子骂哭了。骂哭了以后，小孩子还很乖哦，当下没有发生一些很激烈的抗衡，对骂叫嚣都没有哦，只有回去默默的跟妈妈投诉。这个很正常啊，哦，把妈妈打哭好，我给他养我哦。边讲边哭，我相信他哭的原因不是给师父骂，是整车的蛋挞一打翻的时候，内心的那个愧疚感。我是从这善的方面去思考小孩子的心态，结果妈妈很感动，打电话跟我道歉。我居然还状况外，我不知道什么感情，因为外三年的囡仔都没我知影。啊，你年纪那无我知影，我怎么变未使？无伊的爸母知影。我真的是这个样子。我讲就是两三，将心比心的。这个小孩子，如果是你们家的小孩子，又在他的职场受这种名誉待遇的时候，我来跟你投诉，你怎么办？拿着菜刀大公司对抗吗？有时候生意忙的时候，大师傅的动作很快，难免个性会比较急一点。洗碗的阿姨啊，这些哦，难免有年岁，动作会慢一点，会大呼小叫。我就走过桌面来，
你即摆来，你即摆来，我细声话，你莫话啥。你顶真想我，即摆即个阿姨咧说我哦，即个年纪，我请问你，做你老母会得嫁未？会得嫁？做你太太会得嫁未？你安尼想我？今仔日拢是为了赚一碗饭，大家生活艰苦，唔只都爱搭下菜、搭下手，出来餐厅食头路，洗碗、洗盘啊，对我唔错。下手较慢的，你个人大细声话，你咧做考验比赛无？三姑叫出来，带他马上回去咧，腰弯不下来。我不下来，我就手甲摊咧。我阿姨歹势啦，阿姨生歹脾气咧。我这个生，我教阿姨教好，你莫甲伊一般见识。好、哦，但是这个生，伊即马今年年终奖金也真好领得到。我调伊个，咩安尼讲？你讲咩啊？伊甲阿嫂回去咧，伊话嘛甲我回去咧。我唔会，咱重新开始。你一定。即场中单去做大生意，你一定爱想这个对象。那恁囝的时阵，你要安怎？那你太太的时阵，你要安怎？你的老母，你要安怎？这个老母七八十岁，还要做一个厨房，一点钟赚到你偌济钱？看来一点爱去看你的面相。你讲唔知影吼？看面相是上无办法的原因。我经常讲哦，随意给人家看脸色是非常没有家教的修养。我们对于没有家教，是连对方的父母亲一起责备的，对不对？所以我通常呢，我在管理我很严格，但是在反求诸己当中，先严格好自己，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你讲我今天要怎管管他？将来我都唔敢管人家，讲正经，我头家都唔敢管我，我要安怎去管人家？所以，我抱着你的心，你想要要求人安怎，你家己先做好。我以我为要求我的自信，但你必定卖把我打海口，因为海口打真济，我表示咱都无咧做。真的，海报贴多了就表示只有海口好。广东大陆解救同胞，他爸妈了不起来的呀，对不？不能走，不能大海口，云雄起啊，脚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老天爷都会感动，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在耐心、耐性、耐力、诚实、踏实、务实当中，去塑造了我在管理员工的核心价值。我讲的话哦，我都必备用。搞完当大薪水去收买他，外他多年，外他多年，跟他亲戚人亲嘛，亲戚下来给钱就好了，亲戚好了，我下来给你走，对不对？咱钱不还高，他钱不还高，我没出去做，大概规矩拢会连一天咧，一整天咧，一整天，一叫文化包工。我讲你较早有使啊真客，我讲我较早有使啊真侪客哦，你客甲规团都好。啊，都唔要啊，咱出四年还靠家庭，啊，你无来做这，你是要安怎？对不对？套一句偶像剧讲的，我没有选择读书，我根本回不去了。啊，回不去，你不好好喜欢自己选择的这个工作，你好好去学习，混出一个名堂，给父母亲看一下。所以讲，我即摆唯一的中国一个，当我往世间，我会结婚嘛，到十几岁，跟人老太太讲，啊，猫咪啊，你们饲大还是来是较早做事？伊在看我以外的时候，看到恁翁比其他恁安尼，伊就会怪伊讲较早读册，要来做牛。所以讲，我即摆对我家己，我无生好生两个查某囝。真侪人拢好奇我，我讲你查某囝，以后穿着富皮皮安尼无？真好处，真好食安尼。我讲真好食，有影真好处。真好食有影，人家倒来老拍，要这边的五百钱要安怎安怎？我这个都袂使，这边请我看。我你等一下，停一下，
我说你现在还是小孩子，你要吃好口味的美食，爸爸不反对，但是不要给人家脸色看。当人家看你脸色，你要想一下，你爸爸在外面职场做不好，我也在看人家脸色。你要想一下，我当时的心里面做如何感想？我是用安尼去教你啊，我就是，所以哦，啊，你这种嘛，真正代志，我们都需要经营人生，交流理念，我们需要经营智慧，交流思想，我们更需要经营艺术，交流品味，尤其是经营现实，交流价值。这个是我们活在当下应该有的基本态度，你就可以活得很开心、很愉快，不会很郁卒。男归解囊都要懂得，也都需要被人肯定。每一个人拢希望讲，我做工作上好啦，哦，我功夫上好，我比别人付出更加多工时，需要给人肯定，这拢叫魔鬼的。被人肯定当中，也包括了被人否定哦，你才能生产能够活得很快乐。我今仔给人拿肯定的时阵，我也要去承担，让拿下的时阵，我要做。啊，各位各位，就是咱们食安的问题，大家应该靠得住吧？一味不对啊！我对你可以安怎讲？一个民意代表都把我卡。我们电视厨艺界的名人也代言那个油，也是有问题的。请票，你我说话比赛。啊，这种指桑骂槐，一指就在指我了嘛？还有谁呢？但是记者很聪明，主动的就找我，弄个陷阱给我跳。我知道这个是陷阱，我也愿往里头跳，因为我想在这个陷阱当中到底有多深，能够伤害我多少，我要去体会一下。因为我一直感觉我是在好多的光环里头在过日子，应该是受考验的时候。所以说一直让一家庭里面我真勇敢，我甲记者报告讲，我代言的油若有问题，即卖已经进入这个法律程序，已经在检查。那证据有问题，然后结果提出来，各位媒体联访，我们再来一次，我就对在你们的镜头面前跪地给全国民众磕头道歉。记者，现在不是记者，最高叫后，啊，其实你为了下不中啊，我说你放心。阿基斯敢这样子下，绝对做得到。要不然不休息呢？那我做不了，我过一逃，过来我们去盖，我做老夫你光那一小，在上课当中把我找出来。我也是这样子讲的。如果我的油代言的油真的有问题的话，我就跪在地上给全国民众磕头道歉，我错了。好吧，我们过。我动作做到不行，到头没有。由于我做了这个动作了后，我代言的这个油的大头家啊，亲身到电视台跟我说一声，伊讲我做坦白哦，伊讲郑师傅，我公司品牌的油不是只有你代言而已，还有好多品项。当被人家抓到什么玉米油啦、海南油什么油的时候，把油递到我身边，我辩解。我只有淡淡的一句话，我说咱台湾人有情有义有处理，我说我需要赚钱无唔对，但是人敢会当遐现实？钱甲你摕来坑我，我摕啊！你即马出代志啊！我一推两干净，那无坏代志，我只是代言而已。你代言就是一个形象品牌嘛，那当然你代言无代志。啊，我一直话良心吼。这个我就讲，这个出来是我都跪咧，甲你跪死咧。我对你民众跪死咧，表示我对你负责。我做这个动作给民众看，表示我对这个头家是对。我无认为讲，我跪落去这个动作，会感觉我矮人一等。反正我就是那么矮的嘛，也不在乎。最后，
出来。很多都有事就我没事，民众还问我一句说，他一句，那现在到底什么油、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我就有一句话：阿基斯代言的都能吃。已经，我们会跟主管机关宣布下来了。那个卖家，我待人处事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手握在手掌心，进可攻，退可守。我不会把自己弄得身败名裂。所以说，别简单单的一路做人，今天三岁，这个做人努力勇敢，其实我感觉。那当时啊，我们处处无一定讲爱知影啊，外亲的好唔好？不一定的，为人不必说我一定要学习到多高深的学问，或者多深奥的常识，不必。平心静气，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每一项的委曲求全，不要真的认为你很委屈，因为在委屈当中，我们可以领受到更多的人生哲学。很多人生的大道理都是透过委屈以后去淬炼、去筛选出来那么一个清净、洁白无瑕的好东西啊！好、哦，所以讲叠加哈，那最主要的是说三三三，很简单的一个顺口溜。而且三三三，今天有一拜托我打个作品牌，有哦，是哦，哦，就是要三中。要三难，要三十，最后再送给各位一个三，三思，思，思比受更有福的思，哪三思呢？第一，思义财，公义的义，财务的财；第二思，思恩惠；第三思，思无畏。畏惧的畏，你懂得是一才，谢谢，谢谢啊。当老后面啊，人一摆关着几啊千万、几啊亿，免得人惊。我甲各位报告，关遐济当心碎啊，对不？你讲进钱，我耐心摕出来，啊，都无摕出来，嘛是吊起啊。为着安尼讲，咱做好事，咱唔免。咱第一底，你拿十块做十块的摊位，安尼就好啊。我常常发现我的助理带我去做南部出外头，伊在我吃饭的外口，看到咱真侪托钵化缘的师傅，我老爹讲讲了，一个人才从三十块拢嘛拢甲打平去啦。就是简简单单的随遇而安的行善行为就够了，你不必刻意的坐个计程车跑到哪边去捐个一百万，就不必了，真的。善行为当中，当我们在施义财的时候，其实随手就可以做到了。从我们自身做起，从我们家里头的小孩子就可以教他怎么做。当你牵着他的手到西门町去逛的时候，看到有人在沿街行乞，你不要去丢钱，叫小孩子去丢。当家里头有长辈父母亲卧病在床的时候，我知道大家都很孝顺。你们不要去抢着做这个动作，北部都抵押哈，把北部去卡去进设备，唔免，刚好你家属那是谁去做，这是小好的教育啦，真的哦，所以施义财，大家随遇而安，再来施恩法，当时应该要报恩的就要给人家。报恩的当下，知道他的法规定义如何规范，你好好的去用很圆融、很圆满的一个善念去做到一个传承的一个动作吧。啊，你不要说你讲报恩就好像天那么高，没有了，不必的，平常心做法，施无畏，正义凛然之心充斥在我们的五脏六腑当中。没什么好怕的，真的，我相信不怕，所以我想说打打各位过口，但今天刚带好心情，欢迎你去帮忙做，他们真的是
出生之犊啊。思想是对的，方法用错了。哦，你地级笑脸紧听，直呼人家的名讳，要总统出来跟你对话，要跟你们道歉，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实在是不好。虽然现在民主时代，每一个人有自由民主的思考意识，你是对的，但是方法却用错了。你凭什么直呼总统的名讳，让他出来跟你道歉？如果我用一句更重的话，就是你们这些真的是不识抬举啊！请简大报告。很多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教授都没有教好，真的，教授都没有教好呢。就教说文章内容里面，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凭什么你教授讲的一定是对？事情还没发生呢。当然，说实在，我们的执政呢，你确实做得不够高明啊。你认为你的法案是对的，要推，你就不要在黑着盒子里面搞秘密嘛。你就坦白讲，一条一条跟所有的明代去说明，去表安诺安安诺安诺吼，坦白对上是我清楚。我哪会去遐讲来听民我今仔日这杯酒饭若坐到臭歹呾，我要来怎？同款的意思嘛，你着卖惊嘛，坐臭歹呾行了后头边看，头头迄个鱼也袂单调，他哪去挑钓你？天价快盘点啊！日头进30万的酒饭，30万酒饭，啊做生意才做25万尔，你笑？啊我两万走你倒去？当然啦，对你袂了解，对不？所以我刚刚这个任何天底下的事情都是相对应的关系，相对应的关系。我然后有不同的做东西，修理我有两千，我马上把林建明、林书、林建彪两个转到文官培训所去当小哥，去干了，让他做官。挖工处诶，老祖宗说的非常好，空小间有弱智大国。今仔日我去啊，我知影讲这个机会留落来，我拄着东方的人，我要烧什么口味？西方的人我要烧什么口味？南方的人喜欢偏好什么口味？北方人喜欢什么口味？我很清楚。后来就北京的地方。都有酸劲，你这样威劲都爬出来，你咬螺丝屁股都爬出来，啊！你敢怎样讲？这只威劲爱安怎烤，马上就响。你敢怎样讲？这只威劲烤熟了后爱冷水烧死，这样有嘴的好食。啊，咱真侪味觉，因为咱较早的生活时代、社会背景，咱真艰苦。这几年中间。咱生活慢慢安尼改变，一年比一年有较精神，有较好啊！大家渐渐可能赚到钱啊，开始想法过日子，方式安怎改，不然做了不较顺心，不较困难，这咱拢有去想。但是中间你若无去想的话，这个过程，人拄到危险的时阵，咱袂安怎去想的？所以我讲有报告，我印象上深的就是，你不能大喊笑。放了你不能海啸安尼来，再外久时间留落去。放了你不能，除了来你甲救济，你甲救完的时阵，你看老天的恩情，回归地球，来跟大家一起站在一起做。我等于是做咱台湾人，全部由咱的这边走到这高，咱会安怎？不开心呢？不开心呢？这个。哦，今天膝盖了不好，你的最后勾起做了不好，今天搞彩团，安怎来差评头的？安怎都滴滴埋怨，滴滴埋怨。我甲各位报告吼，今仔日我阿弟啊，最庆幸的只有一件事，我有做了一点，我唔惊将来安怎？我厝内底无蹲黄金，无蹲钱，蹲一块人，甲蹲一块米粉，安尼。
当然啦，出大代志的时阵，我袂去讲用这个用汤面粉，会去骗人讲你食我一碗面，我要赚你偌济，无。咱若想讲，咱用这个用汤面粉，会当去做啥物物件，无同个条件，会当过日子，安尼个，无是。好好上课，也是安尼。我唔免你教人讲企业家讲，你爱安怎投资哦？几年后你就有几十亿、几百亿哦。啊，钱钱要创啥？对无？我感觉你一定食便当，我食到偌爽快的。真侪人赚遐侪钱，要食龙虾、活的，要食牛肉上好，要食鲍鱼上大块的，食食便当到底，明仔再爆出来，是头发一根。我告诉你是正经的，我讲的是真话，很平常的生活道理嘛，是不？如果你平常心很安静、很理智的去思考我们的生活模式，你可以改变你的一个态度。哦，所以我们从很多四个交流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分享我们为人处事的时候，万一如果我们面临到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能够怎么样的去做调整？除了能够善待自己以外，也能够多施一些恩惠，给我们能够做到的周边所有的人事物啊。好，再来，我们刚刚提到的三难、三思、三十啊，接着下来，我们跟各位分享。家庭一定要细心的去爱护，家庭就重要。我讲我们做，他说我讲的，我讲太太上台不干，你来我们学了，他都不是我讲我话，我讲我讲话。有一届哦，你那个讲我讲到，那几个人情况已经多少就不好，还是讲情况多啦，还得装好。我们要变得好，还是快乐就好。创好事了后吼，叫新业师来厨房内底要订一个琉璃台哦。啊，以我的经验咧，我拢安怎收？菜买回来，水槽啊才清理，清理洗清气了后，要放伫冰箱倒位啊，放伫架啊倒位啊。我刷来，你才若泡面要烘两盘啊，要自己要炒两锅啊。我专业的想法就整个流程让它顺畅。别跟他把这个水果给他玩呢，你的新店书里头你跟我把现在修起来呢，阿公我不要这样子，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讲讲丢脸，我不想讲讲丢脸，我尽力，因为我有想到一句话，你遐绝对要创啥，你规工拢伫外口咧食人咯，你这个厨房内底你一工用几分钟？使用者上大嘛，伊规天伫遮生活十几点钟嘛，你敢会咧钱啥？唔对，就互伊爽快就好。哎呀，我是新店新大公郑太太，你老公讲的比较合理。我们这个戏啊，你不够啦，你都听不起啦，讲你艺术多。所以到现在，我们家琉璃台还都是照他的意思在处理。所以呢，其实后边拢我讲，我伫阮家，我住我阮太太家无，我唔来。我家家无，我唔敢。今天呢，要到边上，哎，煮物件互你吃是你三代前烧好香的，然后这代再来煮互你吃，你要等到现在，等你煮。对吧？所以说没有过多的期待。地价不做下来了，不要我来按起来更平哦。尽量用钱完成下来的习惯，可以啊。我话都讲大三，不是宽都大，肚子大，就是一生不健康的样子。前一个大三，我话第三请个假就好。思想健康，吃东西健康，所归得出来的。哦，所以说你的生活中间，咱家庭吼，一定要很细心的去爱护。你不要以为说，哎呦，我听太太的话，男人很没有面子，不会的啦，怎么会呢？哦，所以我们观念，现场的所有男士们啊，第三季各位，疫情之后哦，五号来，咱请个家人，请泡个话去。
再来，财富要取之有道。取之有道的部分，我想跟我们各位分享。我刚刚讲我有教养就好，我无想太济。正经哦，我你讲我对今仔日社会有无方便的所在，我嘛有啊，我看不到。我较早在艰苦的时阵，就着赚一点仔钱，我才十七岁，爱甲我的老母开七百几万的债务哦。我对不起啊，一天批准批四个工作，到大里参加奖行哦，做完冷店，冷店到五店三点钟哦，走去运营门口卖小孩子的玩具，收个一件十块十块安尼。餐厅哦，借一条迄个豆筋啊，啊收个物件较轻嘛，就运营门口顶下甲把玻璃拢变变出来。十几个囡仔，我都做生意的头壳。下来玩具的底下，我都看到年轻的夫妇传囡仔，吼，拢把囡仔当，那囡仔玩到，囡仔了我操，不会就是把你看电影，十块嘛好啊。那都有拜拉跟拜里亚会记吼，然后院线片上的是好片，课本的话，你就把三点钟两点啊谈吼，安尼谈一下话，哇，足欢喜，几十年前啊啦，一个月有几个拜拉礼拜。接接个安尼，有几啊千啊？太太伫厝内啊，煮好个煮食，规个月产钱拢有够。啊，即摆紧走啦，分批批啊来吼，啊，真少见，五六个就紧走。他是内底内衣啊，内衣啊用咱哩塑胶塑吊起个鱼啊吃。啊，即摆你走出来，做衣啊嘛咧换换，真趣味啊！我一点仔都无感觉见笑，因为我是为我的家人去做这样。我爱友好生活啦，然后有够多。阮老爸赚到遐侪钱，阮妈妈无在条放下手，因为迄阵啊已经叫我妈，一直教我嘛比我辛苦个啊。阮太太嫁给我的时阵哦，做公差，阮太太是出世半家的查某囡仔，但讲起我当初那也爱着伊。对爸爸妈妈教友好，你餐厅做好有心，哦，到我家老人家那个钱买菜花，啊，菜呢不要太好哦，给他们送一点什么小礼物啊，祝贺啊什么的，他们家照应我们家。这款的一点爱行为，你感动不哇？所以，很多的就。嫁给我的时阵吼，破衣的裤我欢喜的，想讲我都嫁到这只金牛仔赛吼，来我送。但是，咱坦白讲，我唔敢讲，唔敢讲我找老人家。结果出来代志变卡的时阵，是父母甲我变面，就讲你到底还阁偌济代志，甲我讲袂清，到即马拢无事实甲我讲。我老婆，你就别为难我。确实有事实存在，但是你要仔细，我不敢跟你讲的原因，我怎么讲？我家己来讲就好啊。你都不就讲，阿老囡仔传好，阿老母抱好就好啊。我妈妈掉风重度残障，躺在病床上25年呢。我发现的太太就好啊，所以我是蛮对伊做感恩，我赚足多钱的拢好伊啊。我嘛有了一点见识的人，都给他。你即阵要开钱，特别拢你免甲我讲，你只要甲我讲，你即个月要交偌侪钱，伊安尼就好啊。你只要甲我讲，咱即摆来对付偌侪存款，安尼就好啊。老母过身的时阵，我无把老师抓紧，结果人拢真在，对我照顾，知影我家己困难，嘛包足侪台哦。啊，我都老母过身，第一年我的时阵，我就把四大人提提到，只要可以用我，我也就跟他安尼样。但是我袂跟你做阿母，你真歹看，啊，我让你进入技术室啊，听，欠你两杯啊，做后腰啊，做后腰啊，该了的拢弄清楚啊，哎。啊，
真感谢哦，真感谢，是做好了后吼，开家庭会议，阮太太、阮两个查某囝，我来，伊来妈妈的事情弄好了，那我们现在收到的电影有这么多，来，你跟我讲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你请我讲的哦。我两个查某囝，跟你搞好不好？我们分成几份，一份给谁？一份给谁？一份给谁？天哪，我感觉这样子我很惭愧。我查某囝，他就一点主动配合，做了一件事情。老父翁先的时阵，我处理的翁先进前，我把翁太太弄到洗衣间了。翁太太，然后我昨天看妈的样子很好。就他今天要跟几个姐妹的去澎湖玩，然后呢回去给他订了。其实我心里面不敢讲，你看他很好，有一包，马上我比他好，我请他订。我希望呢，温三立电视台找我出我订，我还做了有一个节目，抢救弱势商家有无？你老物件嘛，到煮阿爸鸡汤都会无的啊！我还是出外景，但是我心肝底，家己咧病毒啊。看起来我就不要他给不能进厂了，我怕有事情来。你要爆炸是要吗？就第二单呢？我找不见，看什么呢？我爸爸妈妈走了，那没人顶好嘞。我说好了，女儿不要哭，爸爸现在授权给你，要怎么做怎么做，你就去做。然后钱要怎么付，你尽管授权去花，不要紧，离开。我叫他不要哭哦！我赶回来台北的时候，一路在飞机上哭到台北松山机场。你的急诊室内底刚才过到李郎，在一点我讲，你去开房，你看清楚啦，无的。但是在房叔看到我，阮太太、阮家的家人是谁，拢会给伊去。在一点，阮孙啊，阮小弟啊，囝。我家己的查某囝，我的小妹查某囝，伊个阿妈生脚生手，上感动一句话啊！护士长甲我讲阿弟仔，你知影我上到百米以内无？遮侪病床，真侪我都发出家属病危通知，三号车、四号车拢无人来呢。但是我看到你们一家人的孝顺，我们很感动。我们在里面在讨论，一直在讨论。你的事情跟你们家人的事情，所以我难过啊，各位啊，菩萨讲一句话，真的要行孝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动作，不要你们去做，教小孩子去做，真的不要让以后我们的未来变成给儿女抛弃的第一代，好不好？谢谢。我们再继续往下讲啊，言行品味一定要表现得宜啊。讲话，你免讲你真好讲，真好讲你是狡辩，你讲话有对暖心出来无？咱看真侪政治人物，我讲啊，嘴甲全部，要是人听讲，爱讲硬好笑。谁不知道你在狡辩，你在强辩，你口才好吗？但是我们口才好。不可以欺负不会讲话的人。如果你认为你今天官大学问大，口才好，欺负口才迟钝的人，最后吃亏的是你聪明的人，不会是愚笨的人吃亏啊。然后再来，我们在消费要养成一个节制的习惯。你说咱辛辛苦苦开赚淡薄钱，我家己放三节开淡薄钱。拢袂要紧，要养成节制的习惯。我拢好用一个小二 K 吼，卖电的电价工资要赚三十 K， 二八 K 啦，先把二 K 袂使。我是恁人二 K 哦，我直直个咧后壁讲讲，我二十 K 就好。真简单啦，赚侪钱无遗憾。伊的八年比咱讲较好，伊主动落去当赚了侪钱啊。你讲遮侪好个啊，你敢讲钱赚了更那个啊？你知影伊在做偌侪工程？对不？所以讲，咱赚少钱不要紧，赚侪钱无遗憾，会晓知影欠侪钱才是老板。
时间一定爱会晓合理安排。各位好朋友，恁大家拢知影我比赛吼，我即摆有20间店，啊，我咧就伫大桥虹桥，阮头家伫遐开一间真大，类似现在信义 A8 或者一大片，在筹备当中。我时间安怎安排？我旧年除夕到即摆还袂休，旧年全年度我个人的休假，公司都欠我76天啊！哇，你唔想要教我讲你个能力清楚吗？没有，我爱我的公司，我爱我的老板，我以我的店为自己的家，任何事情思考一定以这个店为出发点。我两个人讲天我无代表亲像恁头家安尼，有几啊千亿的资产做生意，但是我有几啊千亿的头脑，会当做工作，这个是我最骄傲的地方。所以因为要支出这么多的脑力，我在时间上面，我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牺牲享受，什么叫做享受牺牲，一切无私无我，就没有任何需要计较。好。然后要养成阅读的习惯。我甲高丽回去好，比如讲我读书，但是我即马读足侪书，我读书读到成绩也到咯，我从博士级到边咯。你别跟我讲水溶性，水溶性，我拢有当甲你讲。我随时可以跟你讲，之前食安的问题，我有好多好多看法跟观念。记者讲奇怪，你都无读册，你哪捌遮济？我欢迎你来我办公室采访。你来，你要看你家这条呢？我是非常大学的物件，我无法度，因为我嘛大家都了解，我伫大学内底做教授，我唔是干嘛较早讲，那人冲泡牛肉安那差唔多，已经无教啊。爱教你啦，牛肉怎么选择，怎么腌制，受热的时候多少温度，产生肉里面的结缔组织萎缩程度有多少，保水力残留多少，就是我们所谓的肉的原味。哪怕今天我们煮素菜来讲，对不对？不管你有什么素食煮物件，好食歹食，不是讲，哎呀，我希望阮家参一碗，我什么咸家参一碗，不是。你懂得借力使力的话，你的菜就好吃，对不？咱青菜炒一个素食的鱼肠啊，掺豆油、掺盐、面、掺菜包、小锅椒，菜包一些些的哈。先炒好拍，打叉炒好拍，更别卖精髓。但我叫我自己拍下，用你的菜脯自己炒你的面肠啊，你吃看卖啊，唔免炒了。你的味道回味正正啊，面肠啊先来底。这个跟各位分享哦。然后养成阅读的习惯，我较早虽然无读册，我即马自己感觉我无教，重要的话我观察着家己。所以我现在呢，很拼命的在读书，很拼命的在读书。阿伯，全台湾省有十几排哦，无读册的人会当在大学做教授，十几排，我是中央十分之一。你话十几排就是我做大学生可以啊，修完教育学分以后。啊，通过这个考试，让你满大批做老师那种嘛，但是教的程度还是不一样的哦。所以养成阅读的习惯，哪怕我们一大早一大晚，天天来一篇《人间福报》，看一下，都很棒，真的，谢谢啊。然后尽可能培养一些有正向方面的嗜好，唱唱国歌啊，听听禅音啊。这些都很棒，啊，靡靡之音就不要听了，好不好？不要动不动就去想到外星来的炸鸡块。我对不起啊，这个男士的，怎么把牛肉跟鸡块都放进来？哦，心肝在谨慎，你想什么代志，你都没负责了哦。然后千万要留意，一定要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就跟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们要施义财一样的道理。什么时间磁场一来，谁都算不准。来的时候你不要犹豫啊！我把话都说口，我都没听，那么是你的话当行情经，
看到飘过的阿婆，旁边拉一堆的拾荒的东西，我看到个小绿人，虽然刚瘦到金丹，但是瘦一斤哦，哎，三十六了哦。我们脑筋就直觉就想说，这个飘过的老阿婆啊，三十六了，这条路已经还完美。到时拄交交袂过，你是伫要上黄阿弟，啊，你到不同人去去了嘛？咱就家己真艰苦，全照是面照底，也无人认出咱是啥。哦，因为咱即款小疫情吼，是讲要做淡薄好代志，要叫人知啦。啊，就慢慢出来去停在边啊，然后跳起兵，袂去人挡着。像平常细节，行到阿婆阿媳妇边讲，阿妈，你行到近，我把你倒进去了，你有没有办法停啊？比较搞好，多啊，多谢。啊，你够拼命啊，多谢。拜托，你头家提一百万，总是无法不发烧。过去的代志，是讲我大家徛在是二楼头咧等，等这个机会来，没有。磁场没有来的时候，你就是没有机会。磁场不期而遇的时候，老天爷在考验我们呐、啊，赶快去做，这个是最重要的哦。然后每一个事情只要是正向发展，一定要有序的去经营，去支持它，然后去守成，好不好？好、哦，好。那现在时间是9:18，我后续留12分钟给我们现场的菩萨大德来共同分享，互相Q&A一下。各位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是认为我刚刚的解说过程当中有些个语句呢不是很恰当，都欢迎各位来多多指教，谢谢各位的收听啊！身体越来越健康茁壮。OK， 很好，好，谢谢。然后这个，我先替祈求菩萨保佑你的父母早日康复哈，李小姐。我来，祝少时，祝这边同学家两个出来。一过后，有三高的问题，在你粮的摄取当中，尽可能选用多种谷类的比例是最好。阿基是有代言吗？阿基是有代言嘛，跟你比嘛，哦，燕麦、薏仁什么都有，你只要添加白米1/5的比例，然后蒸的时候蒸软一点。啊，如果你那是上班家庭，可能无法度专心去煮一点饭，你再加一点包，米最近的谢谢，你有当你的冰箱里头，我唔知啊，你出来有冰箱无？我今天第一次煮饭，什么都不会。没有，你先回答我有没有冰箱？有，很大桌 ，OK， 很大。哦，恭喜你家境很好啊。你那要不要谢谢你哦？是你好大，送阿爹阿包起来，放在冰箱冷冻，明白不？放在冰箱冷冻，米粒泡了水以后，在冰箱冷冻了，它里面的整个淀粉结构就会拉得很碎。拉得很碎的时候，你要蒸饭，把它拿出来退冰，你去蒸，你的米饭就会蒸得非常浓 Q， 还没了解哦。洗过以后，冷冻的米呢，水加进来加7分满就可以了。7分满大概外面水呢，这边米的面积多一点，它底层底啊油落来，安尼就好啊。前面这米好不好？很足 Q 的啊，好不好？多谢，谢谢，好，好，不可以。老板，我跟你讲哦，米
行啊，无主席进前插强落去，帮主袂烧哦，袂使哦。盐巴也好，糖也好，有渗透压，先袂烧唔通。你着安怎？你知无？你若讲老大人，你要不要加盐巴？必须烧压。几分之一一小茶匙的盐巴兑五茶匙的水分，就把盐水挤上来拌一拌就好了。如果说老人家味道想要怀念旧的味道，你可以用一点点的芝麻酱调水啊，淡淡的。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好比说有香菇、果汁机打一下，芝麻酱和在一起，蒸好的这一锅饭呢，就把这个酱淋在上头，拌一拌，撒一点点的枸杞，放一两片的香菜、九层塔叶，就往桶头浇在。哦，好不？啊，老人上你洗麦的时阵吼，麦酒，我跟你讲，正经你说酒，有咧用哦。我怪意思是讲老洗麦的味啦，洗麦皮切汤啦，煮迄个洗麦汤起来，放咧面内底，迄个风干锅啊，洗麦皮啊，来你做，来交代，好，谢谢，谢谢哦。阿技师你好，你是我偶像，现在要问的话都说不出来，就说啊，我来之前我是个孙女啊，一直吩咐说一定要请阿技师签名啊，啊，我帮这么多人，我怎么办呢？我没办法签名，我要怎么给个大牙这样？谢谢大家。我回去还有一个交代啊。先用一点点极少量的盐巴，
让它深深的苦水先出来，做一点点冬粉泡过的粉丝，切小段，切个蛋皮，切丝，放入每天虾皮、虾油、胡椒粉调味，啊，然后就这样的去煎了。你把皮擀大张一点，擀大张一点以后，馅放在中间，哦，而且直接挖空，盖过来以后，看去往高处画一下。这个就不太合了，就下锅半煎炸就行了。然后切下这个皮，不要丢掉，再还原到这个面团里面来，再回收再利用。包括锅前的蛋雕呢，这个还是可以用的哈。反正你看我，好，谢谢，好，谢谢你。啊，你在第二，在第二。哎，我现在来问一个素的哈，因为我常常在煮素的给人家吃，但是我拢用姜来配料哈。但是如果除了姜以外，还有什么可以把它的味道提升到更好的？来，夏姐，素食的辛香佐料呢？姜本身是一种元素，没有错。但是要提香，不是只有一个姜而已。高赞卡尔赛，五幺号，青菜马尔赛，知道吗？啊，你有盖章吗？啊，后来，咱泡茶，茶米包、茶包的，茶米马赛，哎，你们放一点油去爆香，那就好，但是不要想太多，都得晒啊。总而言之，一句话，任何食材都是最好的爆香料。香味是因为放了油以后，把火给点燃，温度跟油的结合，对食物产生的一个物理作用。使它原有的香气出来，这个就是香味了。没有，哇啊！实在是的老师，那你把什么安排进来之后，就差点把电话打过去。好，来就这样。哦，要不我来，你来，要不？我是请教一下，炒牛肉跟什么？我要做方便面。好，开始。最后问题啊，我抱着很沉重的心要放问题，不要放问题，怎么样让它回转？注意了，善用凤梨果树。我们来，当我们来面的嘛，我们来吧，哪个亲戚一家对不？哦，兄弟也就这样了。那个皮不要丢掉，皮里面那个囊啊。凤梨果树啊，渗透性很好。你拿着调羹刮一刮，刮一刮以后呢，它的百分比一定是好比说你100克的那个肉呢，加一克就可以了。放进去抓一抓，停个几分钟，你去炒它，肉就很软。记住哦，如果你过量的话，时间变太久，会整个糊掉的，会有糊皮的，好不好？我们做几点哦，四碗都香。好，谢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感谢我们。用最热
嘉宾，好不好？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昨天晚上常跟阿基夫在一起。昨天晚上他在福州大饭店，我们在一起用餐。今天老阿基夫来跟我们演讲，一演讲就是两小时。各位要知道，他是现在全国、全台湾国际间最出名的国宴的厨师。我们这个讲座太多太多的单位讲完演讲都请到，包括我们请到，所以我今天特别代表说一声敬意，谢谢各位领导。他比赛最牛最牛在，我的三分最牛。五十三分哦，阿基塞以国家组出场，那你问他两场跟跨组，叶良虽然是一个国宴的厨师，另外也要请画壁画请，画画请。我想我在此啊，也希望阿基塞也至少有再次机会啊，画画。你哪边来挑战自然的赛？来工作我旁边，我领导。好，那听他演讲是什么文化？他不是精通厨艺，最要的是告诉我们做人道。有没有？第一点呢，咱们不为高，不为准，不为只有自食其力，自得其乐，自求多福。我一个是很尊重老朋友，因为再来我给他比赛了，有两个人要带功夫，哎呀，比赛不行。第一点呢，你准备锅呀、油碟可以煮嘛，所以不要自己买功夫。我真的很感谢，阿比赛跟这个多谢，我都感谢我。比起咱还是比起，咱台湾人啊，都给出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的话，咱台湾起码，所以。我希望他是今天都讲任何一句话都是激励人言，我们要用发动我们的心中，基本上愿意心中，我基本上心中扛起山，好不好？谢谢大家。那为代表折扇市，因为不要讲为折扇市问题啊，折扇市这边真的在一个啊，是我请你问。这个是我们将七公所跟折扇自己一起办的，我们来做协办的。我没有像各位那么好的文化，从不知道。不过我听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真的是精彩。欢迎来，你们觉得很喜欢吗？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我们是来另外一个城市吧，第一次刚开始。来，给我们注意的城市好不好？你的行政跟中医哈，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见到我非常有进步的人，因为什么我要请阿基师来呢？因为我们阿基师哦，阿基师哦是很有道理的多福慧，阿妈不在草根起的。这个呢，应该啊，一些。因为考试做来的，那哪个时间，或者是咱的暑假的成果，就是因考成绩。在咱学校内底呢，咱哪个伫咧人的一个立场上呢，哎，因考呢，才有法度做进展。所以伫这要来大家呼吁说哈，哎，一起做，这个是我们的根本。啊，因为就是咱的关系，所以咱台湾。我知道大家都是呢做好事说好话，做好行动。阿公呢，你只在台湾说，咱折扇市哈，因为都有。那么再来呢，阿伯拜地拜一拜一拜三拜一拜呢，是咧我都服从哈。啊，我是呢真正非常诚意，好把愿意呢。把一些呢，可以你们可以听到的这些，平常听不到的这个讯息呢，那在普通话来轻声不可能说出来。啊，你在国光山折扇室内，那你人间佛教、青蛙、看不到、起来鼓掌、智慧，
你不能说啊，修天的你是干哪个上天拜佛的呀？不是哦，咱阿弥陀就是天父，是佛，给他掌声一下。我们新庄高中校长就写了，我们校长，还有我们的国际佛法会的代表韩角韩教讲师，啊，道学教师韩教讲师，所以他说你，好，那你姐他们叫做韩讲师哦，那佛光山嘞，弘扬灵根不倒，就是在我们生活里底，哦，弄一当富裕生活快乐，就是咱现在做的幸福与。安乐，我喜爱中国香，幸福与安乐，这个是咱大家希望能够见到。